我们不想受制于人。我们这一代人呢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受到西方的对中国实行高技术禁运，已经遭遇过这种情况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尽量做到自力更生，研发自己的国产乳种。当时任务非常艰巨，我们进口一台乳种是要18个月才能交付，我们只有8个月的时间完成我们新仔乳种的研制，密密麻麻的这个任务节点就贴在这个墙上，大家都是吃住在实验室，哪怕是凌晨2-3点钟我们要爬起来去测试去实验，没有白天黑夜的一直在干。回想起来真的是惊心动魄，仅仅比国际电联规定的时间提前了4个小时，在导航信号播发的那一瞬间，我真的是感慨万千，忽然觉得自己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。当初开始研究这个东西，我都不敢想象，也是圆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梦。我们这个实际上是老中青三代嘛，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，才把指标提升得这么高。家人和小孩经常会抱怨我们，那你们是做中的，怎么是最不守时的呢？有时候为了获得一个更稳定的数据，可能需要反复测试，所以经常是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。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，想想自己的产品就在太空中遨游着，在那儿维系着我们国家的导航卫星系统，自己觉得还是很骄傲。